我相信大家一直都在关注方程爆发的一个信息啊。那之前呢，我也静态体验了一把，确实给到我的感觉很惊艳。那方程爆五呢，没有完善的地方，例如说他们用户的自己反馈呢，以及厂家认为可以提升的一个地方呢，方程爆八呢，其实都给你配备完善了。而且这次的方程爆发增加了一些2+2+2的六座布局，以及2+3+2的七座布局呢，更能满足许多一胎或者二胎用户呢去增购的需求。那我觉得这台车呢，是更能满足更多用户的一个场景需求。而且方程爆八呢，也是方程爆品牌里面首款搭载的华为乾坤 ADS3.0 的一个系统啊，无论是行车、泊车还是避障呢，都能给用户带来一个最安全的一个体验感。座舱搭载了是一个 D-Link 150智能座舱，无论是智能联网还是智能出入呢，都没问题的。方程爆八呢，也是给大家配备了更安全的一个配置的，主动的300米远红外夜视主动安全系统。这套系统呢，以前可是百万级别才能配备上的，那目前呢，方程爆八呢也给你配上了，多一份主动安全配置，就是多一份行车的安全，你们说是不是？而且呢，全功能版的云辇P系统呢，不仅拥有140毫米的一个悬挂条件，以及高度阻尼还有刚度呢，也能做到的。主动预瞄以及四轮联动呢，也是这台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能力吧。那就是不仅能满足到像我老板阿唐那么注重驾驶质感呢，而且也能满足到基本的一个硬派越野的基础需求。我觉得这台车还是挺不错的。那目前呢，方程爆八呢已经到店了，虽然价格还没有出来，但是大家可以静态来体验一下这台这么棒的产品，你们说是不是？